大家好，我叫王大陆，我在《少女时代》里面饰演徐太宇。快点，赶快点！我爸超冷，你跳错地方了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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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死到死在这里跳地上。他把徐太宇演得很有趣，很活泼，虽然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气到，真的是想死啊！没穿过高中制服，翘过课，长大以后你会后悔，好吗？原来我可能没有想象徐太宇这么可爱，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比较突破我原。三金在那个社区里面拍谈恋爱的戏，其实旁边要烧火炉。然后在拿到之前都是温柔的，拿上来以后可以稍微我是对水泉那场我很喜欢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喜欢一个人，我不会客气的，而且是尽每一刻都全力。他们都觉得我个人是恨他们，然后在欺负他。就我跟徐太宇很像的地方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喜欢一个人，起码你痛会想到我。王大陆是比较，我觉得他是比较放得开的人啊，所以就是打嗝放。收工了，谢谢各位。